挥着中华民国国旗，加拿大侨界将近300人上街健走，声援台湾重返 WHA 世界卫生大会。妈妈从台湾来，希望加拿大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。我们要永远爱台湾，对不对？对。借这个机会呢，能够希望能够谢谢加拿大政府对于台湾的支持，那也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国际的支持，让我们早日能够重返 WHA。这场健走活动主题定为全球健康台湾同行，侨胞们从多伦多台北文化中心出发，沿途众多车辆不断鸣喇叭声援，加拿大联邦众议员马凯也到场支持。Canada's position has been one where we recognize the China's claim, however we don't act on it. The consequence of that is that we've had a very fulsome relationship withTaiwan, and in many ways Canada has been very supportive of Taiwan's activities and inclusion in all of these various bodies. 世界卫生大会20号起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。台湾因中国打压，连续第3年未获邀请。对此，驻多伦多台北经文处指出，健康是基本人权，不应该因为任何因素使任何人被排除在外。台湾希望能重返 WHA， 为全球防疫做出贡献。